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位在三民区河堤社区的福气关怀站，有一群七八十岁的长辈，他们非常热爱跳舞，即使坐着轮椅拄着拐杖也要努力的练习。也有的长辈住得比较远，都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坐公车来关怀站，展现旺盛的学习意愿。舞台上几位头发花白的长辈跳起小苹果舞曲，展现难得的动感。他们是三民区福气河堤社区关怀站的长辈，年纪虽然大，但是活力十足，一点都不显老。很棒啊，大家都跳得很好啊，跳得很好。啊、老了你看，100岁都好多人了。真的哈、哦，哎呀、哦，越跳越健康、哦。嗯，对啊，以前不认，活泼，现在很活泼了。他有没有觉得跳的心情很好，身体很好？跳的心情就好，就好。轻快的节奏加上简单的动作，志工们都很有耐心地带领长辈们练习。长辈们跳得起劲，展现绝佳的团队精神和默契，在比赛时常常成为舞台上的焦点。我们先系那个我们的那个引带啊，他们甄选完以后觉得说，哎，我们跳得还不错呢，啊，就把我们也是列入那个就是，比赛之一这样子，就是到那个长青那边去参加他们的表演这样子。他是针对一些老人哈、哦，他比较有时候说他是坐轮椅的啦，他也可以上台表演，让他们在一个那个舞台上哦，享受到一次这个经验，很难得的经验。大家的热情不但吸引附近社区长辈们参加，也有其他社区的长辈不远千里搭公车来关怀站一起同乐。从这个自由二楼，那个龙华国中那里。哦，对。为什么想这么远的地方还要来这边？因为这个的老师教得好，课程选得好，在家里做这个活动已经很棒了。老人在家里，儿子都在外面做事。两个人住很无聊，就出来走出外面，有时候来运动啊，干什么很好。福气河堤社区关怀站有丰富多元的动静态课程和一群青春不老的长辈，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成长，暂时把年龄抛开，就能够越活越年轻。社区好新闻，林佳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当大家在欢度中秋节时，宗教团体特别关怀弱势族群。三民区行德宫和静心宫等庙宇捐出民生物资，帮助区内的边缘户。在三民一警分局举办捐赠仪式，今年受赠的捐助户呢，共有120户。除了安排4户代表接受之外，其余的也由管区内的波利士大人亲自送到民众家中，让他们感受社区的温暖。三民一分局礼堂前摆满了白米面条及各类油品，这些全都是要送给三民区边缘户的捐赠物资。原来是中秋节脚步接近，地方庙宇主动表达要捐赠民生物资。透过李长伯的协助，共有120户边缘户获得捐赠。对于庙宇发挥爱心，李长伯及受助民众都很感动。利用中秋节啊，然后我们来提供这些光那个边缘户，还有我们这个比较弱势的族群啊，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感觉。当然啦、啊，物资没有说可以让他们这个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温暖的那种感觉，对老人家来讲啊，他们是敏感五中的，他们觉得社会上对他们有很好的关怀。我觉得人做好的人，会让帮忙。这个弱势、这个无钱的人安尼，真正足感谢的。感谢，我感谢你俩，感谢讲，阮里底边也是真好，啊，社会嘛是足爱心的，啊，有遮老大人关怀，啊，我都该感恩啊。民众对于庙宇爱心送暖感到就甘心，行德宫主委更在致辞当中表示愿意加码，让更多边缘户都能获得帮助，赢得了满场掌声。啊，不过来说咱这一定吼，咱客户啊，报名报无到的吼，啊，欢迎吼，啊，真正有需要到参加的民众吼，啊，嘛非常咱这一定吼，啊，一点仔力量较辛苦一下。哦，来这边表演，然后教主管吼，尽量会当教我落落手底安尼啦吼。
事实上，包括行德宫及静心宫，每年三节都会举办爱心捐赠活动，透过分局及里长的协助，让更多的边缘户受到帮助。而今年分局更贴心，将赶在秋节之前，请管区的员警将物资送到里民手中。我们会陆陆续续就是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会把这些物资120份的物资送到就是辖区，还有一些里长他们所报上来的需要关怀户的这些家庭里面去。社会温情满满，尽管受捐助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此时此刻外界的关怀让他们感到无比温暖。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企业做爱心也不落人后，高雄一家在地的饭店业者日前邀请了南区儿童之家的院童一起 DIY 做凤梨酥，除了要让孩子们玩得尽兴之外，也期望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此外也赠送月饼礼盒给院方，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点心房的主厨示范凤梨酥外皮的制作过程，小朋友在旁边围了一圈又一圈。这家位于左营区的饭店在中秋节前夕邀请南区儿童之家的小朋友一起动手 DIY 做凤梨酥，仔细的聆听，专心的看着主厨操作解说，小朋友也分好了组，将奶油、糖粉和鸡蛋混合，再搅拌均匀，一一的将饼皮制作过程完成。能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希望可以从中培养出孩子们的兴趣。小朋友他们是抱着一个来玩的心情啦，当然我们也期待说，他们借着这一次的机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样来制作糕饼，然后从而对这个产生一种兴趣。那也期待以后他们能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孩子能够朝这方面来发展。那我们也期待未来他们也能够成为这方面顶尖的人才。这家饭店每年都会安排多场的公益活动，南区儿童之家的院童就是长期关怀的对象之一。除了在每年的中秋节会邀请院童一起动手做月饼外，还会利用像是圣诞节等等节日举办各项活动，和院童们一起欢度美好时光。对于儿童之家的孩子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珍贵而且感恩在心。他一直是我们南区儿童之家的好邻居，真的长久以来他都对我们的孩子非常的照顾。因为莲潭本身他们自己的月饼就非常有特色，然后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厨房，然后请他们的厨师特别来教我们的孩子制作这个月饼，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不但每年提供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来给我们的孩子，也时常在关心。除了邀请院童一起 DIY 做凤梨酥之外，饭店也贴心的准备月饼礼盒，要让孩子们可以度过一个温馨的中秋节。儿童之家也回赠了感谢状，对于企业做公益关怀院童不遗余力，也都表示感谢之意。希望借由 DIY 的活动，除了要让孩子们玩得尽兴之外，也期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社区好新闻李正道、薛婉珍采访报道。要了解里内的大小事情，社区报也是一个不错的管道。前镇区振兴里每两个月发行一次的振兴社区报，透过邻长们的协助，将2000份的社区报发送到里内的住户手中。里长周明宪表示，社区报网罗社区的动态，可以让里民之间互动更加密切。千呼万唤振兴社区报终于出炉了，里长钟明宪手里拿着热腾腾的刊物，分享社区报初刊的喜悦。往后登革热的宣导，以及资源回收的宣导，或是人物的装潢，包括我们里要改善的有哪些事项，那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以后，我们来做，那我相信这条船是往前走会更顺畅，而且更快速的。详细看看振兴社区报，不仅采取彩色印刷，还装订成册，比起一般社区报显得更加有质感，内容也更加丰富。当中有许多政府宣导以及爱心活动，让里民有参与的机会。初期两个月发行一次，预计印刷2000份，透过里长的协助分送到每位住户的手中。到底里在做些什么事情，政府在做些什么事情，能够透过社区报让里民了解，那里民能够形成共识，
里长能够依照市长的市政方向来理解，那我相信里民也是想很想知道说，哎，里长到底要帮我们里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说社区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发行了社区报，我们预期是发行2000份，那每2个月制或一季发行一次。里长说，社区报的出刊代表社区互动将更加热络，未来也将增加里民专访，让镇心里成为一个大家庭。内容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四老的专访啊，认识我们镇心里啊，到底我们镇心里的缘由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我们会专访，比如说我们巡守队队长啊，我们对镇心里的治安，我们是打算在怎么做环保志工队的队长哈，那我们镇心里的清洁，像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我们一定有一组志工出来清扫镇心里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专访，哎，那个观光局长是不是亚洲新湾区这边怎么结合节能减碳啊？怎么样来创造亚洲新湾区成为一个节能减碳的亮点啊？我们都会把这些融入在我们社区报里面。诚如发刊号里长的话所提到的，听听声音，让镇心里发光发热。而社区报的发行也象征迈开了第一步。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我是林雅区林隆里王文禄里长，要向观众朋友大力推荐社区好新闻这个节目，专门报道区里人情故事，看了好新闻保证有好心情，赞。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都来看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由庆年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前进旗津区，由于是在连日大雨过后的放晴日来出游，参加的民众都把握难得的好天气，在旗津的热门景点拍照留念。区长也专程向参加的民众致意，欢迎大家能够多来旗津欣赏海天一色的美景。幸福区就在全车人员欢呼声中，幸福区里一日游欢乐出发。由于连日大雨后天气刚好放晴，一踏上旗津沙滩，望着碧海蓝天，每个人兴奋心情洋溢在脸上。耶！彩虹教堂是目前旗津区的热门景点，无边际水池搭配七彩钢构的门框，幸福指数几乎破表。全家人在教堂里拍照自拍，无不感到很开心。就是来这边的时候，小朋友刚刚也很兴奋，因为可以看到船、看到飞机，所以然后今天视野又很好，空气也看起来不错，所以那个海上的船都还蛮清楚的，所以就觉得就是这种活动可以促进亲子的互动，就觉得还不错。这样让小朋友可以发现，其实不一定要出国，高雄其实也是很漂亮的。游客当中有夫妻同行，也有全家大小同游，更有亲朋好友纠团参加。对于庆年港都有线电视安排幸福区里一日游，除了满意之外，也很肯定行程的安排既深度又优活。庆年港都安排这么好的活动，感觉怎么样？非常开心，非常棒，非常幸福，非常快乐。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呢，一些人文历史所平常呢不容易接触到的，也不会呢去注意到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庆年港都呢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今年度呢，其实是希望透过社区一日游，让所有的民众更认识高雄。那在今天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今年度也还有很多的活动，比方说我们会有演唱会准备要来举办。那相信呢，那高雄市民呢能够可以今年度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那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一些。不论是彩虹教堂、贝壳馆，或是爬上好汉坡道、旗鹤炮台灯塔、远眺高雄海景，这些都是旗津区的著名景点。区长也欢迎民众来到旗津区探访古迹，顺便大啖海鲜，畅游一整天。都会区的景观完全不一样，可以值得大家市民朋友大家一起来品尝海鲜，另外欣赏夕阳。那另外海岸公园可以利用下午的时段
踩的你的脚踏车，哎呀，它一日游相当不错。从第一站左营区开始，今年港都有线电视举办幸福区里一日游活动，已经陆续走访原高雄的11区，除了带领民众造访区里，同时体验地方特色，甚至还 DIY 学习各样手工技艺，也难怪参加民众个个开心不已，直呼爱上高雄。新年港都爱高雄，奇经一日游成功。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老人共餐有许多的好处，在立法委员刘世芳积极奔走以及区公所大力协助之下，楠梓区从九月开始陆续有7个里开办老人共餐，由团膳业者固定将餐食送到里办公处，让老人家可以享受热腾腾的饭菜。刘世芳还特别定制了不锈钢餐具，如此贴心也深获长辈们的肯定。包着花布头巾，戴上口罩，立法委员刘世芳跟着男子区长及志工妈妈们一块为长辈们添饭打菜，亲民可爱的态度看在长辈眼中，实在很窝心。哎，好有福气，真的给委员服务哈，哎，真的会吃120，哎，真的，那一定的，那一定的，哎，好，哎，可以，谢谢，感恩感恩。老人家开心的还不止这些，原来楠梓区家昌里先前并没有共餐服务，经过刘世芳立委大力奔走，还带领基层里长参观考察，最后想出中央厨房的概念，由团膳公司负责配送，并在区公所鼓励推动下，陆续有7个里将加入共餐行列。楠梓区的王区长他非常的快，他马上就找到我们这边非常有热心公益的中央厨房愿意来推动，所以现在呢，虽然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已经有200多快300多位老人家愿意加入老人共餐的活动，真的不是只有吃，是身心健康，大家欢欢喜喜来，而且可以互相报道的方式，我想这样在社区里面建立所谓的在地老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推广。在楠梓，我们目前就依据刘委员那的一个照顾长辈的这份心意，我们在楠梓要把它落实，透过团膳中央空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解决我们社区或里长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食不方便而没办法去做公餐的服务。刘世芳不仅兑现选举支票，让老人家感受共餐服务带来的快乐，还自掏腰包设计适合老人家的不锈钢餐碗，让长辈们感到就甘心。那个餐具很特殊，要另外设计，就是说他们第一个手拿在手上不会烫，因为它是两层的，拿着的时候就这样拿着就不会滑动，然后这个是两层的，所以它上面拿着也不太不会动，哎，非常好，哎，这个碗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我们市面上买到的碗都是光滑面的，容易我们老人的手本来就比较不方便握东西，它刚好有一个弧度，让我们一握碗都很稳啊，这样吃起来就很好。那游泳碗呢，花了不少的钱，是我们会感谢他的哈。因为行程紧凑，无法陪同长辈们一块用餐，但在庆生会上，刘立伟祝福每位参与共餐的长辈享受共餐过程带来的快乐，如此贴心用心赢得长辈们一致的肯定。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楠梓区一口气有7个里加入共餐的行列，除了刘世芳立委大力推动之外，其实团膳业者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家在楠梓发迹、负责左南地区学校营养午餐的团膳业者，一听到区公所打算试办共餐服务，就义不容辞决定帮忙。如今不但老人家吃得开心，也落实企业回馈地方的理念。共餐到底好不好？听听长辈们怎么说。大家一起还可以聊大家所喜欢的，还有心里有什么苦都可以说出来，快乐的、悲伤的都可以说出来。而且很丰盛，大家很快乐聚在一起，所以很感谢我们里长跟我们区长还有委员姐妹这样啊，一起共餐聊天，所以今天可以跟姐妹共餐很开心、啊、对，今天在这里我们大家吃得很开心，谢谢你。菜色营养又丰富，长辈们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家常，就连胃口也跟着大开。
看在里长眼中，共餐前后真的差很大。之前就是没有共餐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我们静态活动完了以后就回家了。那现在有共餐了以后，我觉得是蛮热络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互相谈心啊，互相交流，那甚至有一些手艺的菜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比较大量的菜，他们都会拿来这边分享。男子区推动老人共餐，两个月有七个里将先后加入。除了区公所动作积极之外，团膳公司其实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男子区有提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可以配合。那其实老人家就是大家一起结伙一起用餐，吃的也开心，然后就是生活也比较有趣。所以那时候男子区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我们应该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团膳公司为长辈非常用心的在菜色在主食方面也都有因应到考虑到长辈他们的一个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菜色上就感觉很清新，而且是很柔软，而且在硬度上他们都会在考虑到长辈他们的主食，他们在吞咽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让长辈能够吃得很开心。在男子区发机主要提供左南一带学校及工厂的团膳服务，一听到区公所有意为社区安排共餐，就决定协助帮忙。尽管利润并不高，但帮助乡亲长辈的心意绝非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这次就这样子的活动，我妈妈听到就觉得很好，就是不管是赚多或赚少，但是她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帮助的人或者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是更多更广，那这个是有助于就是我们公司既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男子区顺利展开共餐服务，一餐40元，有菜有汤有甜品，甚至偶尔还会有李明拿出私房菜帮忙长辈夹菜。哇，今天的那个豆干很好吃，我就觉得说哎，很有成就感。瞧长辈们吃得多开心。共餐活动起跑之后，未来长辈们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而是要像这样一家人的感觉，快乐吃饭，谈天又谈心。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青年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9月27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27，适合祭祀、修饰圆墙、平置道图，不适合斋教、嫁娶、上梁、入宅。冲马煞南方，51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你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二号，开。今天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每日透早，我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拢会使看到阮的身影，因为这二十。